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仙境传说，然后这次我们不去冒险了，我们这次要来首都普隆德拉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我现在把我的道具箱打开，然后我身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大家没有看到这个？我把进去拉近一点哦，拉近一点。哎，这字体大小还是一样。我这边有一个变身卷轴玻璃，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变身卷轴玻璃？让我们把它打开，然后这个它可以在20分钟之内让我变成玻璃。大家平常以前玩 RO 都会看，最常见的就是那只玻璃了，它可以变成那，就可以变成那样。那我们就准备来使用它哦。我变玻璃，我真的变玻璃耶，而且为什么头上有这个？为什么头上有这个 ？OK， 那我们。除了变波以外，等一下，我身上有没有那个啊？好吧，那我就直接这样走了。大家没有看到我变成波也好可爱哦！大家没有看到，超级可爱的。会不会有人理我？他们在吗？他们没有理我。好，我想说变成波，然后去找路人。就是来找路人打招呼一下。睡觉中，他在睡觉吗？然后没有人理我吗？来变一下玻璃。我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好像走错地方了。上面会不会有人？不理我。他有理我吗？好吧，他不理我，算了。那我们找别的地方，看有没有人会理我。来，这边有一只玻璃，很可爱，快点来看一下。居然都没有人理我，我的存在感好低哦。安安，你们好，有没有人？安安，你们好，有没有人？都没有人。然后，这边有一位大大，然后他说他头痛，然后睡着了。那我们去别的地方。奇怪，为什么都没有人理我？这边有一只玻璃，难道现在玩玻璃已经不稀奇了吗？来，这边有一只玻璃哦。有没有人理我？尿尿尿！这边有一位那个大大。你好，其实顺便宣传一下影片的频道。你好，你好，等下，你好，你好啊。武器抵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字打不出来，等我一下，我字打不出来。等一下，实况组，天空葡萄园，而且我现在在录影。正在录制影片，你好，等一下我 F4 是那个，谢谢你佳佳，谢谢佳佳。谢谢佳佳。拜拜。怎么一路好走？他说我一路好走。
好，拜拜。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佳佳。那我先去别的地方。哇塞，看到没有？我这是波弈。哇塞，我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现在超可爱的哎。哎、欸，你们好，有人会理我吗？还有，你们好啊。嘿，你们看到一只波一在这边跳？那个安安，安安你好。哎、欸，他表情好惊讶。OK， 那我不打扰人家，那我先走、哦。哎、欸，这边还之前有那个有之前有影片下方有那个观众留言嘛，就是说什么那个哎、欸，他怎么跟过来、啊？之前我影片下方有人留言，就是说如果用奸笑的表情的话，就是像刚刚这样子奸笑的表情，比较有人会回我，好像真的会比较有人回我样子哎。嘿，有没有看到一只波在这边跳来跳去啊？奸笑的表情，快点，奸笑的表情，有没有人回我哎？来来来。好像没人要回我，难道现在波弈的存在感这么低吗？这个、欸，喂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把我表情调一下好了。来，我看一下我表情，哎、欸，这个是高兴，我用那个显示那个欢乐，好，然后哎、欸、有 ，OK， 好，哎、欸，这位是谁？安安你好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人吗？来，这边有谁要回理我一下？快点，来回我一下。哎、欸，难道大家都出去了吗？哎、欸，难道说大家都出去了吗？好像没有什么人回我哎、欸。好吧，那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好了。哦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有你们好，也没有人要回我，还有你们好，都没有人要回我，咦、欸，我记得上次在这个花园里面有看到人、欸，安安你好。安安正在录制影片中，李夏，实况主，yes， 你上电视了。哎、欸，也不是上电视，你是上频道啊！啊不，我在这里，我的家啊！我上电视的招手，这位说他有之前有做做实况，然后他说他现在在颓废中，没有没有，加油加油！那个谁，人人只要有心都可以当实况主的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哎。欸为什么是？不过为什么四个波弈在实况？因为，动物星球频道。为什么四个波弈在实况？哎，因为是动，可能是动物星球频道吧。哎、欸，不过什么哎？嗯？讲认真的，嗯。我听你说，如果你是认真的话，我就听你说。来，我听你说，嗯，
忽然就让我上电视。嗯，不给个红包之类的吗？红包哦，来，我看一下有什么红包。车马费，我来找你要什么车马费啊？我来找你。哎，车马费哦，好吧。你看有没有糖果？这个糖果车马费不用找了。糖果，我刚把一个糖果，好像把一个糖果丢在地上哎。谢谢，谢谢。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频道哦。有兴趣，都过期的。谢谢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频道。可以啊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拜拜。给你啊 ，Thank you。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哇，遇到那个就是玩家，还真的蛮开心的。那我一样要去别的地方啊。哎，我怎么我现在还没到船点，我就直接进船点。好，那我们走这边。哦，有没有看我神速波翼？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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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快好快好快！哎，这边有人会回我吗？哎，对，我刚好现在还没来这边问一下路人有没有路人在。安安用奸笑的表情，用奸笑的表情，会不会有人回我欸？哎，来来来，好像没人回我欸。奇怪，首都欸，可是首都这边人都好多都已经封顶，都在发黄色的光了。来，嗯，不是，简讯来了，噔噔噔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人会回我欸。还有，还有，哎，你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订阅频道哦。的话，可以订阅频道哟啊！打错频道，我在打什么？频道哟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。那我先走，拜拜。还有哪边欸？看一下，哇塞，哇哇哇哇哇哇，这边是怎样？哇哇，这里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？要这么怎么，要怎么走路啊？这边人也太多吧？哇，啊，人太多，好吧，要怎么走路欸？哇塞，超多人的欸。好吧，那我先。这边应该不会有人回我吧？这边好像那个人家那个夜市，然后人挤人的样子哎。好，走这边。啊，等一下，一个波位在人群之中也是寸步难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走这一，寸步难行的波位。来，这一。大家现在有看到我身影吗？我现在只是一个波翼而已，非常的小只。
非常小只，看不到。卡住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波一过不去？应该波应该过去吧？哎，走这边，哇，来，这边，哎，这边有人在这边有据点，让我来看一下会不会回我？哎，奸笑表情，奸笑，哼哼哼哼哼，没有人理我。我好难过，没有人理我。哎，这边会有人回我吗？还有，还有，有没有人回我？哎，哎，大家都去睡觉吗？还是在休息？为什么好像都没有人回我？还是说根本就不想回我？好吧，我存在感比较低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些人都非常的高等，他们都在发光，不好惹的样子哎。好，这些人都在发光，都是等级非常高的高手，高手的。哎，这里像是这里，哎，这边怎么？哦，这是怎样？哇哦！安安你好，安安你好 ，YouTube 频道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频道哦，谢谢。看，哎，等一下，哇塞，波也可以打哦，哦，大家没看到波也攻击，大家没有看到波也攻击，好可爱哦，哇，这怎样，哇塞，哇，天空葡萄园，哎，哎，刚刚是哪位？哦，哎，好。有频道的，谢谢有频道的哦，谢谢。先去别的地方哦，拜拜。先去别的地方哦，拜拜。哈哈。哦。还有你们好，嘿，还有你们好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哎，好像比较不想理我。博弈，哎，博弈戳蛋，对啊，我在戳蛋。哎，你们好 ，YouTube 频道。哇，这个太猛了吧！哇。好猛、哦！呜、哦，超猛的哎！哇，这些人都是高手，那我还是先去别的地方好了。那我们诶、欸，还有哪个地方会比较有工会据点？我记得这边有，好像也有。诶、欸，对，这边好像也有样子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会有人回我吗？哪边？哎、欸、啊，我的波一快没了，就二十分钟而已。哎、欸，没有人回我啊！我存在感好低哦，还是说他们都去休息了？还是根本不想理我、欸？哎。理我一下嘛！有没有？你看，有一只现成的波弈站在这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一只现成的波弈，哎，有没有看到 ？Hello， 是我。
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主教的他的服装不太一样，欸，一般这位主教的他的服装跟一般不太一样，欸，是新设计吗？不过主教衣服都还蛮好看的，欸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欸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人回我一下。哇塞，这边人都好亮哦，这边人都超亮的，欸，没有人回我啊！等一下，我的变身玻璃快没了，我得先出去，我先出去，然后出去之后，我再用那个，哎，这边有人，应该没差吧？好，再用一次变玻璃，喂 ，OK， 我要变回来了，这个就20分钟，所以得，哦。好快！有没有奸笑表情？奸笑表情。哎，欸，好吧，没有人回我，欸，那我去南门好了。去南门那边应该会蛮多人的。对啊，因为南门大部分是熬玩家比较喜欢聊天的地方啊。来看一下。嘿。走这边。哇塞！这是波一直跳，好可爱哦！好，走这里，快到南门，南门，喉咙怪怪的。来看一下有没有 ？Hello， 哇塞，今天好多人哦！对，今天假日一定会很多人的。来看一下这边，奸笑，给一个奸笑表情，没有人回我。嘿，这边有人。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。正在实况录影中哦，哎，那哎，好，不打扰人家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了。哎，哎，哪边还有人哎？哦，哇！哦，等一下，哦，差点进那个，差点进船点。好，那我们还有边可以走哎，来看一下哪边还有人，还有，没有人回我，哎。看到有没有波一打风兔哦？哎呦，哎，没有，不回我，好吧。哇塞，等一下，十字斩首者可以骑这只哦。哇塞，我也好想骑哦，可以骑这只，好像狗狗还是狼的。哇塞，我也好想骑哦。好，那我们不，哎，等一下，不知道波一骑上去会怎样。嗯，那边还有人哎，欸，这边，这边有一对男女正在那个四目交接，好吧，不打扰人家，不要当电灯泡。欸，那边还，哦，还有哪边有人，快点。有没有看到一只波一在这边跑来跑去啊？不过我觉得我这样好像在刷存在感哎。哎呀，这边有个小商人 ，Hello！ 哎，他真的叫小商人哎。Hello， 没有人回我。
嘿嘿嘿，跳这边，跳这边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刚刚那个初心者不打我？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波翼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波翼对波翼？波翼，哎，波翼被我打死了。然后这边有那个，哦，哎，啊，你好。还有哪边有人？不知道这边哪边还有人哎、欸。哦，这边也有人。哎、欸，雪熊好小只哦、喔！安、啊、安你好，还有还有，哎、欸，好小只的雪熊，为什么这只小熊那么雪只那么小只啊？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是雪熊超小只的。哎，他们在对这只雪熊做什么实验啊？哎，哪边还有那个？哎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谁会回我？快点，快快快快！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玩家们。哦，我家上空是目前有飞机经过，刚轰的一声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哎、欸，无法同一句话传送三次以上，有兴趣可以订阅哦。然后再来个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回旋刀刃，还有哪边有那个玩家的？哎，这边有那个，哇，有个十字斩首者，看起来好像很强哎。好吧，不过去，打这个。嗯，这位是。哎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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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，哎，啊，他好像很困扰，好，不要跟着人家会比较好。哎，尿尿尿，那是什么？频道，啊，去吃饭，好，拜拜，吃饱一点。哦，他要对我干嘛？你要对我干嘛？你要对我干嘛？你刚刚要对我干嘛？不、哦，他们刚刚要对我放技能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好恐怖、哦、！OK， 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啊。你好，拜拜。还有哪边？哎、欸，我记得南门很多，好像有蛮多据点的。我们到远一点的地方看好了。现在南门好像有非常多的据点，所以那些据点，哎、欸，应该会比较在南边一点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两只波翼？喂，两只波翼这样面对面。嘿，不过我是一只不会抖动的波翼，而且我是攻击力很强的波翼哦，哼哼。然后走这边，
咚咚咚咚咚咚。哎呀，你好 ，YouTube 频道天空葡萄园有连载 RO 影片哦。哎，原本想敲下去，哈哈。哎，你们想打我？你们想打我？不啊，我不是外挂，不是。是道具，不是，我是道具，不，我是用道具，我不是道具，不要，他们居然想对我放技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还有哪边？我记得这边应该还有蛮多，好像会有一些人会跑来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当据点或聊天的地方才对。哪边还有欸？爆一下，快快快快，打这个！哼。OK， 好像已经没了。那我们这次的时光就先到这里了。那我们这次的时光就先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知道我何时出片，就订阅我频道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